今日咁和平嘅集会都咁样，听朝会系咩世界啊？前面嗰啲你預咗去噴㗎啦，大家小心啊！好，準備好未？雨陽，仲有幾多分鐘？老蕭的朋友要劉翁做指揮好嘛，因為我看不到哪個位置啊。其實後面呢有條梯梯上去的，這裡老蕭你看不到，沒有我都想去，你們開到兩天我上去，情況就是這樣，我們呢可以在後面那一條電梯呢就上去中環廣場，他現在就是不讓 Erica 和蕭先生進去中環廣場那裡，那我看不到為什麼。
嗱，其實警察咧，我完全理解唔到點解要咁挑人嘅行為啊！咪，你警察收皮啊！逐個差佬影低 number。嗱，大舅而家咧就喺前邊。就會操上去，行上去中華人廣場嗰度呢，就接消失落嚟。我睇唔到點解警方要阻止嚟參加一個合法嘅和平集會。大家必須要小心啊！嚟现场嘅指挥官，我想问，究竟点解你阻止我哋今日集会嘅嘉宾？落嚟參加呢個集會。